阿关，你交条僆仔出嚟，等佢冇事咯。我交你老母啊！死通你啊！阿关，我谂住我咩啊？点啊？为了保护儿子，大帝不惜跟社团所有元老翻脸，而最终结果就是前一秒刚走入夜店，后一秒便遭到一群刀手袭击。好在大帝也不是什么善茬，手持铁棍便将刀手们打得屁滚尿流。脸上挂彩的他随后让女儿小红帮忙缝针治疗，不想对方男友也在家里。向来看不惯此人的大帝朝着对方就是一顿臭骂，吓得后者只好默默离开。小红见状，一怒之下对着父亲就是一针，这用力一戳，痛得大帝哇哇直叫。接着女人告诉大帝自己已经怀了男友的孩子。有咩？你有身影好咩？揸针线啫，得噶嘛？这时小红男友再次进屋，并勇敢地向大帝表露自己准备与小红结婚的决心。经过这些天的遭遇，大帝也看清了江湖的残酷，比起找一个黑道中人当女婿，眼前这个斯文男子似乎更适合小红。虽然嘴巴仍骂着对方，可大帝却显然接受了这位女婿。回到卧室，他看到了以前一家人的合照，心中不免回忆起了妻子还在的幸福时光。为了不再失去家人，也为了对得起地下的妻子，他最终有了退出江湖的打算。然而这时一群警员闯了进来，以有人举报为由将大帝带走。之后经过调查，以多项罪责将其起诉。经过审讯，大帝被判10年刑期。与此同时，阿祖却在台湾迟迟没有回来，只因他在这里爱上了击打长鼓，并渐渐融入了当地乐队。经过熏陶，渐渐放下心中执念，从一个叛逆少年变成了尊道的禅师。在这途中，当时还未入狱的大帝曾让阿祖放弃打鼓，说是学这玩意儿太过斯文，还不如跟他学怎么砍人来的实在，并让心腹乌鸦阻拦阿祖。然而乌鸦却十分尊重少年的选择，首次忤逆了老大的吩咐。为了更好学习禅道，阿祖关掉手机，断绝了外界所有信息，所以并不知道父亲已经入狱。这天他们乐队接到香港某家公司邀约表演节目，重回故地的阿祖第一时间来看望姐姐，在对方口中知道了最近发生的事。深夜里，阿祖给牢房中的父亲写了一封信，让对方出狱后跟着自己一起打鼓洗涤心灵。要是换作以前，大帝肯定会说打你个香蕉皮，但现在他也发生了转变，只要能跟家人在一起，别说打鼓了，就算让他开直播去打 PK 也愿意。两父子到此也是终于和解。第二天，阿祖特意来到监狱外面，然后拿出大鼓和木棍给父亲展示了这些日子他学习的成果。听着外面传来的鼓声，大帝不禁沉入其中，仿佛心灵真的得到净化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名囚犯忽然快速向他走来，大帝遭到行刺，命丧广场。好不容易与儿女和解的他，却以这样的悲剧收尾，果然应了江湖人常挂在嘴边的话，一入江湖深似海，从此山河皆路人，一旦踏入黑道便没有退出的可能。几天后，阿祖和姐姐将父亲安葬在了母亲旁边，老马等人也带着鲜花过来上香。阿祖坚信父亲便是被此人所害，愤怒之余就要上前讨个说法，结果被老马手下打倒在地。这位江湖枭雄先是给大帝上了一炷香，接着告诉阿祖，他虽然痛恨大帝欺骗自己，但却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取其性命，幕后黑手可能就是大帝身边的人。根据老马提示，阿祖猜到了谁是凶手。几天后，社团开会决定让他子承父业，继承化石人的位置，然而却被阿祖一口回绝。随后举荐了乌鸦坐上大佬之位。其实这时阿祖已经猜到乌鸦便是幕后黑手，举报父亲和暗杀父亲的都是这家伙。作为儿子理应替父报仇，但如今已是禅师的阿祖谨记着冤冤相报何时了的道理，最终没有揭发乌鸦的罪行，也没有报复对方，而是将一切埋藏于心。他坚信世上所有坏人都会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痛苦和后悔，至于该受到何等惩罚，就要看上天如何安排了。